语创意学院为落实学用合一的教育目标，整合师资与设备资源，积极持续推动智慧观光的学院特色发展，导入创新数位内容，强化外语观光能力，培育全方位视野的观光产业人才，提升学生的职能与就业竞争力，并取得多项政府补助，扶植在地文化创生。应用英语系开设英语教学类及观光旅游类两大课程主轴，以扎实的英语能力训练，强化学生实务经验及参与国内外校际合作，推动游学留学，并结合产学合作，提升学生外语能力与就业力。应用日语系培育专业日语能力的商务及参旅人才，辅导学生取得日语证照，推动有心日本实习、交换留学及双联学制，提升学生就业之竞争力。数位媒体设计系课程主轴为数位插画设计与多媒体动画设计，并积极推动产学合作，实务专题制作融入课程，为业界提供更多优秀的创意多媒体人才为主要目标。观光与游憩管理系以旅游及休闲两大课程为主要规划，并设有旅游、烘焙、饮调及博弈等专业特色教室，培养观光游憩管理与实作的专业人才。